是公安的头上那110，二月十号，汽油站，12:05，收牌车是11814，开往新竹，10:08，12:81，微小圈车在汽油站隔壁前门准备驶离。我的明日西京观光专车6031B 次，哦，他的头被切断了。明日的头呢？10:05，单电头。明日号的观光车的。